9月17日，上汽荣威 M7DMH 正式发布，那豆包大模型全球首发上车。那本次豆包上车会带来哪些优势呢？两分钟告诉你。首先是车机更加拟人，可以提供情绪价值，就像你的朋友一样，当你对他说天气好好的时候，他会贴心的降下窗户和你一起欣赏风景。你好荣威，我在外面，天气好好呀，正在为你打开主驾车窗，遮阳帘已经完全打开了。那其次，车控和语音联动方面的升级也不小，不用说得太明白也能懂你的意思。那像是最近流行的背着宝剑的小人，车机就能 get 到。你好荣威，在呢。仪表盘上背着宝剑的小人是什么意思？这个背着宝剑的小人其实是第一排安全带未系提醒灯哦。你好荣威，在呢。我想睡一会儿。好的，请先在屏幕上确认设置下。你好荣威，在的。外面有点下雨了，两边路有点看不清，怎么办？好的，为你打开雨刮。好的，这就打开雨天影像辅助。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哄娃模式，这和其他友商车上的宠物模式有点类似，但不同的是，宠物模式是车机内置的独立模式，只能调节简单的温度的功能，而荣威 M7DMH 的哄娃模式则是通过语音助手来实现，那一句话就能实现温度、风量、车窗等多个功能的联动。你好荣威，在呢。宝宝在后排睡着了。多媒体音量已调低，暂时无法这样控制灯光秀哦，风量已经最低，已调到26度。那此次豆包大模型上车后，官方称还有一个记忆贯穿能力值得关注。那记忆贯穿能力就是车机会记住你之前的喜好，并在下次你询问的时候给出合理的回应。但我们尝试下来，有的能识别，有的则不行。比如说，我们让它推荐附近除了麦当劳之外的美食，它就做不到，可能是因为当时测试场地附近只有麦当劳。但当我提到我喜欢打麻将之后，再让它推荐附近的娱乐场所，它则会推荐可以打麻将的地方。你好荣威，在的。我喜欢打麻将。这个问题我需要仔细想想，打麻将是挺好的放松方式。那你给我推荐一下附近的娱乐场所吧。那本次豆包上车后，荣威 M7DMH 在智能化方面看齐了同级甚至越级车辆，那最终表现如何呢？大家可以亲自去体验一下。那别急，还有彩蛋。你好荣威，在的。车上哪里能藏私房钱？哈哈，这个问题很有趣呢。你的爱车荣威 M7 有不少适合藏私房钱的地方哦。首先是手套箱，它空间还挺隐蔽的，按压手套箱左上角的按钮就能打开，把私房钱放在里面，平时关上也不容易被发现呢。那你会告诉我男朋友吗？当然不会呀，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，我会帮你保守的。你好荣威，来了。我女朋友有在车里藏私房钱吗？涉及他人隐私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哦，我们可以聊聊荣威汽车的其他功能。